大家好，我是新潮传媒集团技术副总裁，我叫孙立群，我同时也是新潮和立美的子公司小旭东的 CEO。 那2018年呢已经过去了大半，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来做一个总结啊。对于我个人来讲，2018年的我印象最深刻的点在于线上流量红利的消失。那么线上流量红利的消失带来的是线上流量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啊，同时也会导致其他的一些趋势，比如说去中间化，各大平台的这个业绩呢也是纷纷下滑，那么各大中间商呢更是惨淡经营。但是2018年呢也有好的方面，2018年我们迎来了线下的崛起，特别是生活圈媒体的崛起，线下的技术平台的革新也是从今年开始的。那非常有幸，我正好参与在这样的革新当中啊。我们新潮传媒集团在明年也会投入更多的力量在这个线下的数字化流量化上。那我们认为呢，未来万物皆可为屏幕，所有的东西都会变成一个显示屏，都会变成一个数字化的显示屏。那结合着我们的投影技术、我们的虚拟现实技术、AI 和大数据，那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原来在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的很多的场景，可能会提前发生，啊，我们也非常期待在 MS 2018上呢看到更多的关于线下数字化的讨论，也同时也预祝 MS 2018圆满成功，谢谢大家的支持。